接着要介绍的是 Pure Sleep 的低反发快眠记忆枕，它是专为亚洲人体型而设计，能够持久包覆头部的曲线，有效减少因打鼾造成的睡眠干扰。这款枕头的设计考虑到高回弹性能，让每夜睡眠变得更加舒适，并保持正确的睡姿，实现更高的呼吸道畅通。对挖苦癖好者及顾虑打鼾的朋友而言，这无疑是一个大大的福音。最后介绍的是木卡瓦的超凉感工学舒眠记忆枕 Venus， 特别适合台湾的热带气候。此款枕头的面料气孔设计提供极佳的透气性，能快速散发热气，让你在炎热的夏季也能一觉美梦。此外，抗静电的特性有助于抵挡尘，是一款既环保又卫生的优质商品，无疑是追求清爽睡眠者的理想之选。第三款推荐的枕头是 Love 的愿眠枕，这是一款能够调整高度的舒眠枕，特别适合不同体型使用者及成长中的孩童。无论是高或矮，用户皆可依个人需求调整枕高，提供最佳的支撑与舒适，不再需要忍受不合适的枕头所带来的困扰。这个优质选择帮助全家找到完美的睡眠伙伴。针对现代人因长时间办公而产生的肩颈不适，这款枕头的先进量身设计和多种高度选择，使其成为深受用户喜爱的理想选择。此枕头可适配不同的个人需要，持久的效果为您的睡眠品质加分。这款枕头具备双面使用设计，适合全年各季节使用，中间采用高回弹海绵，能提供恰到好处的支撑，让每一位使用者都感受到饭店住宿级的极致享受。其独特材料为睡眠过程提供了额外的舒适感。